非常开心，非常激动，而且我爸爸妈妈就坐在下面，我非常想去和他们拥抱一下。其实一直来我都没有想过比赛的结果啦，我只是想享受每一个过程，所以说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是很开心的。这一路走来我收获的不光是一个亚军，而是12个女孩11份的友谊。我想拿到这个奖之后一定会给我以后提供更多的机会吧，让我可以更好的在舞台上或者在各个领域更好的充分的发挥自己。